雾隐峰萧亮，多谢独孤少侠对我师妹救命之恩。少废话，有什么招式，放马过来。独孤少侠为救我师妹受伤，我怎能趁人之危？不如最后一战这样，你我一招定胜负，如何？哼，你倒是君子。 绝对防御，雾隐峰缥缈剑法，却在攻势凌厉。不过萧亮作为大师兄，这一件一件徒劳的攻击，难道是故意让着拜天？未必。冥王像的手臂在颤抖。身为雾隐峰大师兄，他的实力怎会如此不济？啊，不对，冥王像手臂在颤抖。 一件不行就用10件，每一件都落在一个点上，便能贯穿冥王不动强大的力量。萧亮对于力量的操控，竟然恐怖如此。这萧亮已然入王级。 雾隐峰竟然还有这样一个天才，这般心性，即便拜天赢了比武，林飞当真会如约放人离开吗？缥缈剑法，剑破蝶舞。 这是哪？说起来还是个侠士。这是哪里？有人吗？以后必然大有可为啊！等一下，你听我解释。别徒劳了，你就是我，不如碎了他们的愿。 和我一起大开杀戒，就是我，无论是魔是人，都是我独孤拜天。不要再想动摇我！不愧是大人看中的。 确实有点东西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？你或许可以去问问你的小青梅。明月。对，你不是一直很好奇他为什么会变心，甚至在怨恨他的薄情寡义？那我告诉你，正是为了你独孤拜天，他才会忍着心痛解除婚约。正是为了你独孤拜天。 他才会被世人误会，众叛亲离。正是为了你独孤拜天，他才沦为我的棋子，被我驱使。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你却一直对他冷眼相待。而即便如此，他还是一直跟在你身后保护你。哼，真是个痴情的棋子。一直以来的魔音，原来是你！对，就是我！你们都被我耍得团团转，还说什么阴神不怖，都是一群蠢货！该死！ 少侠，这场是我输了，你清白。独孤拜天圣，独孤少侠，老祖宗，老祖宗！此处是我魔气铸造的神识空间，只有你我，没人可以进。独孤拜天，快死吧！ 你信得过我吗？就交给你了。区区道行，也敢放肆！ 就是你，魔道又如何？正道又如何？受死！我就是我。 独孤少侠在干什么？比武判决已经结束了。他难道要当众杀人吗？这小子不对劲。师傅，我们上去帮大师兄吧。是啊。 那你也太小看我了。清心诀虽然不能扼杀心魔，但却可以防止魔气入体。李将军早先传授于我，以守护拜天，不是他的弱点。拜天哥哥。 好起来的，我们不会再分开了。是。你不会真的以为清心诀这种雕虫小技能奈何我吧？明月。 见识见识你的真面目吧，下个轮回我们再商量。月，报！今生不能相伴，来世你去轮回，我也陪着你。每一世我们都会再相遇，再相爱。 终有一日，彼岸无法再阻止我们。祁阳月，我想起来了，我都想起来了。彼岸害了你我生生世世，这仇我怎么能忘记呢？ 真的是，你再好好看看。他要成魔了，大家快随我灭魔！人。被指认为魔，落得如此下场。我自己正道，却处处逼人，求我清白，害我师父，杀我挚爱。这样的东野人士，不屑为伍。报仇！岳灵飞。 第一次杀人你不管，摆拳救人都要群起而攻之。乌云苍听命，在。铁阵。谁说这里有圣人？都找了一圈了，连个影子都没看见。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啊？乌影风从将军府带走了那个独孤拜天后，血色染红了半边天，还是不死之魔才死出世了。